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欢迎收看瞻前顾后。喂，今集做咩？又移形换影嘅？冇啊，今日又系我连续两个礼拜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又系讲巴士，上个礼拜咧讲巴士路线。今日我哋宏观啲，我哋炒晒成间巴士公司出嚟插，仲要炒埋政府呢个所谓都冇得倾噶啦。交通巴士公司最多都系做咩啊？揸巴士啫。咁但系成个运输政策揸啲嗰个，始终都系运输及房屋局。局長是誰啊？我不夠他肥，所以我沒資格說。唉，大家心領神會得啦。大家看看這麼多集這個瞻前顧後，就知道我們的節目主持無論換誰都好，都是對著那個人的啦。是啦，即是這一件事不要說的啦。喂， Eric， 上個星期就 Leslie 坐在這裡啦，我就不見了啦。今個星期我跟 Leslie 換了個位置。上個禮拜咧就有講過171啦，係咪？係啊。喂，好大件事喎！我睇完啲文件之後，都係㗎，因為其實你朝頭早嘅繁忙時間咧，171佢係由海怡半島開出嚟，佢經鴨脷洲村，經過呢個鴨脷洲橋道啦，即係經過鴨脷洲大街嘅外圍，然之後上利東，跟住先至出黃竹坑入香港仔隧道。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知㗎啦，即係我諗住南區都應該會知道㗎啦。每次呢啲咁嘅班次咧。上到利東咧，利東居民係冇位坐嘅，係冇唔係冇位坐，係上都冇位上嘅。咁所以咧，而家南區咧建制派又好，呢、這個民主派又好，啲區議員啊，啲地區工作者咧，就一路係咁費煞思量啊，咁樣171嘅班次點樣解決咧？咁就聽講啲建制派區議員咧就話：拆線咯，一開二啦，171就呢個可以半路開。171A 就開一條就是利東開，但是就聽說就鴨脷洲那邊民主黨那幾個就說不好，就說拆線不好的，因為班次疏了，那就有其他方案出來喎。那個問題呢，問題在於呢，就是說當拆線的時候呢，沒錯，表面上呢就挺好的。那我給一張地圖你們看看啦。那現在呢，這個現在呢，171呢，好啦，嗱，而家171咧個行車路線咧就咁樣樣啦，係咪紅色線？咁咪由海怡半島鴨脷洲新村，即係可能當地人士嚟到去講嘅，講緊就係話西村啦，然之後沿住鴨脷洲道橋道去到呢個叫荔枝道站、鴨脷洲徑站啊，或者九巴叫做鴨脷洲橋道站啦，咁啊跟住上沿住紅色線咁樣上利東。係咪？咁每朝早喺嗰個翻工繁忙時間咧，就應該係幾多班？19班車啊嘛。19班。好啦，19班車都咁樣行，咁啊當中有啲就搞到上到去嚇，上到嚟。冇位坐啦，利東啦，呢度冇位坐，甚至乎上唔到車啦。咁好啦，咁啊有議員咧就建議咧，就不如咁樣樣喎，拆兩條線啊，少少技術問題啊，因為。係啦，嗱，拆兩條線，一條咧就好似 Eric 你頭先所講啦，綠色線。建制派區議員所提出嚟嘅，就係拆開171咧，就由呢個海怡半島鴨脷洲村，然之後直出呢個黃竹坑，就跳過呢個利東。利東嘅，就好似條而家地圖嘅綠色線咁啦。係啦。係啦，然之後咧就利東嗰度咧就開條新線，開條新線，171A。係啦，個紫色線咁樣樣。嗱，好啦，個問題睇落咧就係話。個問題就係話睇落就好似幾好咁喎，係咪先？一開二，海怡同埋鴨脷洲新村，鴨脷洲新村啊、各取所需啦。問題嚟啦，就係話嗱，綠色線嗰條路線咧，原本而家 existing 幾多班車？19班車。19。綠色嗰條線得翻幾多？得翻11。得翻11咁點咧？減班咯，即係。一減咗班之後，結果係點樣咧？因為其實鴨脷洲咧就唔止海怡半島、鴨脷洲村、利東村、漁安村嘅，佢中間仲夾住咧一紮舊樓，我哋叫鴨脷洲大街嗰度啦。
咁嗰扎咧就行上鴨脷洲橋度，就等啲海怡開出嚟嘅車嘅。咁對呢一班人嚟講咧，十九班車變十一班車，咁其實係犧牲咗佢哋嘅，即係為咗要fulfill 呢個利東有吉車坐，咁就犧牲佢哋，咁就企喺度可能冇車坐啊，或者班班爆滿啊，比以前更加難坐車。咁其實呢個又係好典型嘅一個地區利益問題嘅，就係建制派區，建制派嗰啲就見住自己好細嗰個區，喂拆線好喎、啊，拆完線之後我個區嗰啲易上車咯。喂，其他區嗰啲喂唔關事啊嗱。喂，但係仲有就算係咁樣，就算係咧，仲有一個問題喎 ，Eric。而家一七一嗰個朝早繁忙時間個班次係大概係四至九分鐘一班車，但拆咗線之後，利東嗰個班次係去到九至十一分鐘班車，咁就即係話一樣嘢。用了等車時間去換回個位坐，是不是必要呢？或者是一個唯一的有效做法呢？其實不一定的，現在呢其實巴士公司就即他們生意份上就很聰明的，因為但我想大家其實可能都知道的，其實呢巴士路線除了說他官方寫出來的那條路線之外呢，其實有時候上班放工時間最喜歡開這一節特別班次，特別班次可能就是在喺啲古靈精怪的地方啊，即入少少內街啲嘅地方啦、就兜客開出嚟，然之後先行翻主線，又或者一啲短程少少嘅班次，有啲特快嘅班次。嗱、其實咧，有人係出過一樣嘢嘅，就係、是、啲特別班次咧，就唔喺呢個海怡半島開，就喺呢個頭先講到利之道嗰個站啊、開出嚟。即是先在鴨脷洲兜鴨脷洲大街啲客，然之後鏟上利東。其實咁樣呢個做法咧，就可以半島還可以半島，加計埋鴨脷洲村啦，剩翻低鴨脷洲居民咧、就 share 翻一條特別班次，咁樣嘅話咧，就唔使話為咗淨係要服侍呢個利東村有位坐，咁而犧牲咗鴨脷洲大街嗰啲居民啦、好啦，嗱，即既然係咁咧，有人為求要利東有位坐。咩目的先咧？今年十一月，佢要選舉嘛，一到選舉年啊，個個成功爭取嘛，成功爭取物嘅啦。好啦，我哋強烈抗議咧，就有人咧意圖咧係去成功爭取利東居民優惠坐一七一，犧牲大街，犧牲海怡半島，企多陣就坐多陣啫嘛，係啦，相對啫，係啦。嗱，好啦，咁啊呢一個。一七一嘅問題完全反映可能有啲巴士公司可能經營上面比較老閉塞啲咧，唔去夠膽去開一啲新做啲新嘅嘢，係比較因循咁啊。見到其實講真的，我係唔明嘅，巴士公司佢都做想做生意，有生意點解都唔識做嘅咧？有生意事咧真係，喂，仲要係應該有生意應該揾辦法執㗎嗱。咁就傳聞嚟嘅，因為我啊唔係住鴨脷洲，所以我唔知道。就咧，其實依家咧就嗰兩條聯營嘅巴士線咧，就個別其中一間咧就一直有開暗瓦底偷偷地開呢個利東特車。咁但係就都話咯，暗瓦底偷偷地就第一唔開名，第二亦都唔去求證係咪真啦。咁啊，利東村居民先知啦。咁啊，利東居民就大家咁啊，好自為之啦。係啦，咁啊，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話市當地嘅居民佢個交通方面係佢得到佢滿足到佢嘅需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喂，嗱，上呢個禮拜最爆嘅，如果喺同交通有關，講緊就九巴嗰頭申請加原價，呢頭話盈利警告。話要呢個政府啟動呢個票價穩定基金去資助佢哋。好啦，但係個問題咧，問題就話到底九巴經營個經營係咪真係咁有困難咧？嗱，大家諗清楚一樣嘢嘅就係咧，巴士公司咧就真係唔止做巴士嘅。即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就十幾年前有一間執咗粒嘅巴士公司啦。就叫唔係間公司執粒。是一間公司的巴士部執一粒，就叫中華巴士有限公司。他以前做港島區的嘛，93年被人削26條線，95年被人削多14條線，到98年整個專營權沒了，給了新巴。什麼事呢？喂，中巴曾經風光過的。如果是說住在港島的朋友呢，
都會好記得。如果係六七十年代嚟講，中巴嗰個服務其實真係可以話用手屈一指嚟形容嘅喎、啊。上過香港中巴巴士係上過香港年報㗎，個、服務優秀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呢、這個巴士公司一見到，喂，除了做巴士之外，香港最賺錢做邊行啊？梗係地產啊嘛！嗱，大家如果係話想了解一下中巴的輝煌歷史咧，其實就可以去一笪地方，但係分兩個街口嚟到去睇睇，咁你就可以懷緬一下中巴的輝煌歷史啦。嗱，一度就係邊咧？一度咧就係呢個英皇道510號。呢個咩地方咧？而家成坤廣場 ，yes， 以前嘅中巴總部係啦。另外一度咧就行落喺啲，跟住咧就過沿住英皇道過馬路，行入一個街口嗰度咧就係而家嘅港陶軒，以前嘅中巴員工宿舍。呢、這個可以好睇到就係中巴以前顏成坤啊、一位喺香港公共交通服務界非常之有尊崇地位嘅。中巴創辦人，他對巴士服務是當其時是幾咁好專注於去做呢一樣嘢。都係㗎，因為你見到佢1993年攞到呢個港島區嘅巴士專營權，一路做，你講到其實做咗60幾年嘅，佢喺港島區。咁、但係佢啲後人咧就見到呢個巴士公司有車廠、有員工宿舍、有地皮，咁啊喺香港土地啊等於財富噶嘛，咁諗到，喂，預期你做嚟做車廠，不如嚟搞地產咯咁樣，咁變咗啲後人咧就諗住，巴士呢啲係副業嚟嘅啫，咁啊變咗走曬搞地產，巴士越搞越旺，咁啊結果咪就係玩完咯。嗱，70年代嘅時候咧，中巴我會覺得中巴一個好全盛嘅時期，或者係一個好積極嘅時期。即係面對住港島區嗰個市民佢嗰個交通需要啊，或者一個好複雜嘅道路環境嚟講嘅話咧，喺個車輛調動啦、買車車輛調動啊、路線個規劃嚟講，佢都係好用心去做。但係當發現啊，原來地產更加之賺錢，出咗咩問題呢？嗱，中巴其實被削專營權嘅時候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情況發生咗，就係個服務一路服務質素一路一路係向下跌。講緊可能係話脱班啦，講緊可能司機服務差態度差啦，揸車危險啦。因為喺80年代中後期，好坦白，中巴係發生過唔少嘅嚴重交通意外，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咁好啦，嗱。以前我差一少少嘅，以前我哋讀書都講緊會不斷會讀歷史啊，係咪？讀歷史嚟做咩 ，Eric？ 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講嘅，簡單嚟講係借古鑑今。好啦，但係亦都有一句説話就係咩咧？歷史係會不斷重環。係啦，咁到底呢個歷史發生了什麼事呢？嗱，我俾一個網上的真係引完事，俾一個網上的嘅版面俾大家睇。呢個係一個 cap 圖。嗱，呢個咧《東方報業集團》網站的 cap 圖。嗱，我哋咧就用呢個脫班兩個字嚟 search 嘅，大家去望翻嘅。嗱，左上角咧，你會見到咧，嗱呢個搜尋結果咧就21個結果。頭嗰七個我唔 cap 曬啦，頭嗰七個全部九巴，全部係九巴脱班。嗱，有咩299啦、86A 啊、80X 啦，299又有一個啊，66號、33A、25M。基本上咧就香港所有地方咧，只要有九巴嘅地方咧，就會有脱班噶啦。嗱，好啦，嗰、那個問題嚟咧就係話，當年中巴去到80年代後期。都發生緊呢啲事。其實九巴係咪喺度報緊中巴嘅後塵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嚟。大家要諗翻喎，九巴佢係而家呢個叫再通控股嘅一間旗下嘅子公司。再通控股其實由邊個財團控制嘅咧？新鴻基國氏兄弟。新鴻基集團。係啦。即係簡單嚟講，又係同中巴嘅背景好相近啦。就係間巴士公司嘅大老闆開始發現巴士都唔係最賺錢嘅。仲有冇心去經營咧？嗱，咁問題咧，脱班
點解咁多脫班，即係所謂叫做要即係叫等車等咁耐咧？嗱，其實網上一路流傳住一樣嘢嘅，有所謂叫做咩咧？所謂叫做有一個 terms， 佢哋叫收車。收車咩一回事咧？嗱，譬如話假設一條巴士線本身佢應該可能 for example 可能個班次係大概係八至十五分鐘一班車，咁應該派二十架車去行。咁好啦，派二十架車去行先維持到個服務嗰個班次噶嘛。好啦，派少兩架，我派咗十八架，咁會點咧？間數啲嚟開咗啦，你八至十五分鐘，我八分鐘又係八至十五，我十分鐘又係八至十五，我十五分鐘開都係八至十五嘅。你怎麼計啊？嗱，極端啲講，以前二十班車開八分鐘一班，咁我收走一半車，咁我就開十八車，我十五分鐘一班，咁我都叫做維持到班次啊。咁但係我又揸少十八車，慳多啲油喎、啊，又慳翻啲司機喎、啊，慳、啊、司機先係最重要。嗱好啦。個問題是你呢，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尤其是搭一些路線呢，所以其實任何路線都試過，因為我誇張到我試過搭一些新界連接市區，差不多叫全程行曬，即係主幹線 的路線呢，我都可以是講緊等車時間都會是比佢個公佈班次咧係長了一倍時間。嗱，好啦，亦都有好多朋友講，亦都網上有好多人講，每一次打電話去投訴冇車嘅時候咧，覆翻嚟唔係話壞車，就係話咩啊？嚟緊嘅啦！再唔係咧，今日多咗司機請病假，再唔係咧，冇脫班啦。係啦，冇脫班，冇問題存在啊，可能你多心啫。係啦，就係咁啦。好啦。當個服務是去到咁嘅時候，冇噶，你咁樣啲乘客，即係你對巴士嘅服務越嚟越擔，即係越嚟越即係失去信心嘅陣感。明知其實有啲地方咧，根本鐵路係唔方便噶啦，咁但係都即係因為巴士公司自己唔爭氣，咪啲客湧曬去搭鐵路咯。即係好簡單，你屯門嘅人出市區，其實真係冇乜，即係邏輯上就冇可能搭西鐵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九巴可以做到屯門居民都俾你逼到去搭西鐵嘅話咧？你真的要好好檢討你的服務了。但個問題呢，但個問題就是說，新鴻基一間地產發展商，是不是要攞地起樓跟誰攞？問九巴啦，九巴咁鬼多地，咁多車廠，咁多巴士停車場啊。就算唔乜嘢，同只係同邊個同政府買地啊嘛，係咪？喂，政府買地，我向你利益輸送，我梗係另外一邊商。我要做啲嘢，為咗呢個政府噶啦，係咪先嚇？就算更唔合理嘅交通安排，我都要睇下點樣打麻雀要點噶，送將啊嘛！嗱好啦，政府嗰度我哋下半 part 先講，九巴嗰度嗱又脫班又剩，仲有嗱正常嚟講巴士嘅話。據嗰個巴士公司的收入來源，除了廣告之外，其實最主要是咩？車牌。車費好啦，九巴啲車費合唔合理咧？哇！嗱，大家記唔記得呢幾年加幾多次價？嗱，加嗱零八年加完一次，啱啱兩三個禮拜前又加咗一次嘅。嗱，大家可以諗下嘅，都是市區線啦，都是市區線，都是嗰啲所謂嘅流水線啊，即係嗰啲喺市區裏邊站站停嘅一啲路線啦。我哋比較，我哋而家去片就比較兩條咧，分別係港島區同埋九龍區路線。嗱，左邊呢條係九巴嘅二號線，由蘇屋去尖沙咀碼頭。右邊嗰條咧就城巴嘅五號線，由銅鑼灣去呢個摩星嶺嘅。兩條都係流水線嘅，行車距離咧，二號線九巴咧係7.1公里，呢個五號咧就係9.2公里，但係咧二號貴$1嘅，貴成蚊嘅呢個九巴。即其實九巴本身的定價已經是同約，即九龍你坐巴士坐相同距離咧，係要比貴過喺港島區搭相同距離嘅。即其實九巴自己已經是一個用高的價錢咧，係趕走咗啲客噶。嗱，個問題嚟咧就係話，既然你如果計翻行車里數，你所謂計行車里數比例，你九巴又收多咗錢，比起城巴咁計啦，你又收多咗錢。你竟然說要發出盈利的，他收就收得多，
然後你盈利已經嗱，仲要喎，我諗普羅市民最黑人最即係最憎九巴最嬲嘅地方就係咧。你三個禮拜前才加完價，你加完價先嚟話盈利警告，即係呢個好難火滾嘅普通市，即係佢就算唔係好熟悉巴士嘅運作模式，即係咁你邏輯上嚟聽話，加完價你盈利警告，咁你咪想再加價啊？定係話一樣嘢，正如好似工會話事解，因為工會嗌加人工啦嘛，你發盈利警告咁可以點咧？賴曬啲工人度咯。喂，我哋工人人工高嘛，咁出糧俾佢提未盈利警告咯。誒，你啲乘客要賴司機啊，賴啲司機貪得無厭啊。嗱，聖經入邊羅馬書五章八字有講，工人得工價是咩？應當的。有時啲嘢所謂叫泥水佬開門口就做過得自己過得人先得噶嘛，係咪先？即係要計數玩財技可以玩嘅，但有啲嘢當去到所謂物極必反嘅時候咧，咁就出事噶啦。嗱。如果你話收多行車里數短兩公里，收就收多一蚊。我突然之間諗起一樣嘢，點解都會要法律發出盈利警告？其實九巴咧都唔係好識得用，即係佢唔係好識控制自己成本嘅。嗱，照道理正路嚟講咧，做生意嘅咧一定打個算盤打到最盡嘅。即係有啲錢啊慳，即係有得慳就盡量慳咗佢噶啦。係啊，即係人工啊即係免得過啊，最好唔好加啦。但喺某啲地方咧。就可以觀察到咧，其實九巴好鬼嘥錢嘅。但係講，但係仲要講緊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做生意除咗所謂叫節流之外，仲有一樣嘢叫咩啊？開源咯。開唔開到源咧？哇，好難開唔到源喎！你依家搭九巴嗱，我已經好多朋友喺度咧 ，V 喺我面前 V 哇鬼叫，就次次搭親九巴都冇夠好粉，你點解咧？我都想投資曬啊部電視。雖然而家就冇咗 Angela， 冇咗阿 Ben， 冇咗阿 Ryan。冇所謂啦，咁但係都要有電視睇下啦。不過咁，原來咧呢個 roadshow 咧個收益咧就唔計入巴士業務嗰度嘅，因為呢個九龍巴士1933嘅公司咧業務重組嘅時候咧，其實係將廣告嘅收益同呢個巴士業務係拆咗帳嘅。咁之後咧，以前九巴咧廣告賺翻嚟嘅錢咧係計入去九巴嘅盈利裏邊啦。依家唔計，喂，你賺錢嗰批掹走咗，咁你？咁然之後，你發盈利警告，你其實簡單嚟講，你玩財技啫都係。誒，仲有一樣嘢財技咧，其實大家咧平日搭巴士咧，留意一下啦，俾張相你哋睇睇啦。嗱，唔係做巴士迷，唔係做巴交去影巴士，不過咧就揾到張咁嘅相翻嚟。嗱，呢款咧係大概係2003年開始到依家九巴買嘅新款巴士翻嚟啦。嗱，留意一下咧就話個車身啦，我哋或者叫一般叫做裙腳嗰度啦。即係而家箭嘴指住呢個裙腳咧，啡色呢一啲嘅車咧，同嗱呢一張咧嗱舊少少，嗱呢部咧就最早期全球第一部嘅低地台雙層巴士。嗱，其實咧喺機械設計上咧，呢兩款巴士咧係一模一樣嘅。咁啊，車身長度都係12米，但咧誠意邀請大家咧留意一下咧一個位，留意一下呢一個位。一個位咧，你每次搭巴士，你會見到咧，佢寫住樓上幾多座位，樓下幾多座位，係咪？同埋幾多企位咯？同埋有幾多企位？嗱，呢度都留意一下，計一條數，計一條數咧，就係話咧，兩款車咧，再少10個人，新車比舊車再少咗噶。嗱，其實好簡單嘅，計翻咧，通常低地台巴士咧，前門上車門同落車門中間嗰個位咧，就係輪椅位嚟嘅，咁就唔加任何嗰啲乘客普通嘅座位嘅。大家嗱，留意翻幅圖喎，就係咧新款嘅車咧個中門咧係後過舊車噶，望真啲。嗱，呢個一來啦，仲有一樣嘢，記唔記得呢款嘅巴士出街嘅時候咧，九巴嘅管理層咧好強調一樣嘢，直梯。到底發生咩事？第二節翻嚟，我哋解話。好，翻嚟第二節，瞻前顧後。好啦，頭先就講到咁多啲新嘅巴士啲數字問題。嗱，個解救係咩咧？因為直梯咧，大家下次搭巴士留意一下直梯咧。嗱，你上到樓上啦，你左手邊係。座位啦，係咪？右手邊就係啲樓梯嗰個位啦，係咪？
嗱，留意一下嗱，新款嘅巴士咧，個樓梯嗰個佔用空間大，個空間咧，嗱，你喺左，你喺左邊，你數一下個排數，直梯係五排位，右邊咧係如果係舊車咧就三排位，咁即係已經冇咗四個位啦，即係已經冇咗四個位，樓上啫喎，樓下咧一樣係亞位㗎，一樣亞咗有兩行㗎，咁啊即係一架車就可以已經少咗八張凳啦，八張凳。再加埋啲企位空間，一架車唔見十零個，十至十二個人，一個一嘢咁啊，當間班班車都爆咁計，一架即係所謂嘅運輸學，你計 capability 或者嗰個叫做可預測型可預測個收入嚟講，你就計曬成架車，一條二號四個四，冇咗十個人，一班車收少四廿幾蚊啊！你已經。一班車冇收少44蚊，二號一個鐘開六班車，一日做19個鐘，唔見幾多錢咧？就係一條二號線啫。好啦，更加大嘅問題就係話，冇啊，因為其實咧，你個中門褪後之後咧，其實你本身係壓咗即除咗話樓梯嘅位置之後咧，中門褪後咗咧，其實亦都壓咗中門後面嗰啲嘅座位嘅。咁嗰度其實如果你計嗰度又壓多兩張凳嘅話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啲數咧，全部每一架巴士咧要再加二噶啦。咁就另外你開計數機重新計一次噶啦，嗰盤數。嗱，有好多朋友會可能會去諗，喂，咁買新車翻嚟一定係咁噶啦，係咪先？嗱，呢一個就錯啦，因為咧嗱，我俾翻頭先嗰張新款車你哋睇。大家可以過去港島留意一下，城巴和新巴其實都有一款大同小異的車，一模一樣。留意一下，城巴和新巴咧個載客量咧係去翻130左右嘅，因為呢一樣嘢大家明㗎啦。甚至乎咧，如果係話去到新加坡有同一款嘅巴士喺新加坡當地行咧，係去到接近140添，佢嗰個載客量。所以呢一個亦都會係一個問題。好啦，買新車有新車坐啦，係咪先？但係咪必定嘅咧？唔係㗎，喂，我買咗個巴士翻嚟，我唔一定要出車㗎嘛，大佬。哇！簡直呢張相壯觀啊，喂！咩事啊？呢啲咧，旁落俗語咧，就叫收車。咁就啲呢個係呢個九巴停車場啦。咁而家見到就係頭先你見到嗰架咧新型嗰啲巴士啊，就全部排排企就擺曬喺個停車場嗰度咧，就冇出嚟開工嘅。咁啊錢就抌出嚟啦，咁啊買咗啦。咁呢廿九巴資產嚟嘅。咁但係咧就擺咗喺停車場度勾，就唔係出嚟載人嘅。咁啊，所謂何事呢？咁就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電力公司啊，即係啲人都成日都講話啲電力公司咧，就話特登做大自己嘅資產值咧，咁就去谷高個準許利潤額啊嘛。我唔敢話九巴係全心要谷高資產淨值就博，就係好似電力公司咁。如果唔係，告誹謗咪大鑊。係。係啦。咁啊，但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推論出嚟嘅可能性啦，一個財技嚟噶啦。嗱，個問題咧就係話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亦都係話講過留意呢批車咧，擺咗幾耐知唔知啊？我唔記得咗，真係擺好耐，總之可以。據報咧，就擺咗咧接近8個月喺車廠入邊，先至陸續開始真係去政府運輸署辦手續，安排啲車出街。當中會唔會係一個財技？我哋真係唔敢去一個落實。唔好依家往下判斷啦，一定係。咁但係呢個可以一個試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呢？因為都係嗰句啦，啲地產商做生意邊有死錯人先得㗎？咪係。即係佢哋計，即係佢哋賴到盡嘅，咁又谷高個，即係谷高自己個營運成本。啊，買咗好多巴士翻嚟啊！我唔出啫嘛，但係我係使咗錢啦。係啊，嗱，嗰啲問題咧，即係已經淨係講車嗰度已經一紮問題。頭先上嗰次 Eric 都已經賴到啦。冇啊！而家九巴大老細邊個？新鴻基嘛。新鴻基本來係做咩生意噶？地產咯、啊。地產嘅話，巴士公司有咩可以俾地產商立嘅咧？除咗錢。梗係地產商最重要嗰樣嘢啦，地冇地點起樓咧？嗱，
呢、這個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嘅啦。以前九巴車廠喺邊？以前九巴荔枝角車廠總部添啊，總部係啦，總部兼荔枝角車廠喺邊度咧？美孚荔枝角寶倫街，而家變咗曼哈頓山，幾正？開盤價幾多少？12,000元一尺。哇！和味到啦，逐個單位同佢計，間個單位都有人買嘅話。哇！幾襟計啊，買個物資，將個巴士廠換咗個土地用途，即刻起棟樓出嚟，賺到盤滿缽滿。然之後咧，巴士公司咧搬廠咧，又可以點啊？同政府申請攞地咯，係咯，而家九巴車廠去咗邊啊？冇錯，搬咗去咗邊咧？其實講真，去咗昂船洲。哇！山卡拉唔遠真係。去咗昂船洲，搞成咁啦。好啦。賣呢度曼哈頓山九巴總部，即所謂咧，如果有一個中國人嘅理念咧，就係話美孚車廠其實可以話九巴另外一個嘅祠堂嚟嘅喎，係咪先？祠堂都買得冇辦法啦。九巴創辦人雷國坤雷氏家族啦，啊伍氏家族啦，啊伍廷芳，仲有邊個咧？仲有一位非常之出名嘅人物。鄧兆堅爵士，但他們都已經開始叫做慢慢退出這個九巴的舞台的時候，由這個新鴻基掌政，這些地方怎會不出事才行、引申回去回中巴的歷史一樣，當、顏成坤的子女他們作為一個叫富二代去接手的時候，他們看什麼呢？錢咯，看怎樣可以將巴士公司嘅現有嘅資產最大化，謀取最大利益，係啦。咁有咩快得過搞地產啊？喺香港，咪啦嗱，好啦，九龍西就有啲咁嘅曼哈頓山，九龍東創紀之城一同二，仲有三，原本係咩咧？九巴停，九巴車廠，原本就係九巴嘅觀塘車廠。嗱 ，A 唔好搞錯啊！APM 咧就唔係九巴車廠嚟嘅 ，APM 原本咧就係呢個一位曾經夠膽咧就去公開批評阿陳志雲嘅一位藝人阿黃延志嘅家族所有嘅黃氏廣建集團 APM 就唔係嘅，而家呢個創紀一二同三都係嗱喺觀塘車廠咧，以前有一個好威嘅歷史嘅。曾經有一個九巴一個公關活動在入邊出現過，就係講緊咧車胎翻新廠房，以前就係喺觀塘廠入邊去進行，但係觀塘道側邊寸金尺土喎、啊，攞嚟做車廠嘥唔嘥啲啊，大佬？好啦，咁於是乎咧，而家咧九巴嘅車廠咧，即係觀塘廠嘅資源去曬邊咧？九龍灣咯，九龍灣啦，仲有咧。將軍澳工業村在呢個領都對面，好啦，呢啲咁樣樣有巴士不做，轉曬做地產，結果會係點咧？冇啊！即係當巴士作為副業嘅時候，咁你副業自然就冇乜人去重視嘅啦。咁就有啲嘢免得過唔去做，咪唔做咯。即係本來如果你係巴士係你嘅正業嘅話，咁你一定係為咗你嘅利益最大化，為咗謀求你嘅即係巴士嘅運用得更加有效率嗰陣，你一定係諗好多方法去開源節流，或者係令啲路線更加靈活啦咁樣。係啦。但係依家你只不過係想透過巴士去得到一個穩定嘅現金收入嘅時候，咁其實你而家嘅路線網絡究竟係咪運用得宜，或者有啲有潛力嘅路線未開發？咁對你嚟講都唔好重要啫，其實佢一個幾好。嗱個問題嚟啦，就係話會唔會話調翻轉嗱？我哋節目開初講啊，巴士公司做咩？就係負責揸巴士嘅啫嘛。啲路線要點行？個交通規劃點樣去搞？邊個話事噶？都係運輸署同運房局噶啦，係咪先？嗱好啦，個問題在於會唔會嗱？即係頭先第一節講過，地產商就要鬆張俾政府㗎，係咪先？會唔會調翻轉有啲嘢，政府又喺度不斷將個成個巴士各方面個運輸政策咧，去要去撳扁佢咧？
我呢個唔出奇啊，因為呢個出咗好出名㗎啦，呢個運輸署。咁啊，運輸署對於交通規劃嘅一個方針咧，就兩個字嘅啫，即係啲巴士咪一定噏出嘅兩個字，補鐵，補鐵，即係保護鐵路。因為咧就呢、這個根據呢個運輸署嘅官方講法就係咧運鐵路咧作為一個大型嘅運輸工具咧，就可以最快速、最有效率咁令到乘客可以去到你嘅目的地嘅附近。係啦，咁呢個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嗱，如果住在小西灣的朋友咧，一定會好想去問嘅。如果根據政府呢個邏輯的話，點解地鐵去到過杏花村開車之後，下一站是柴灣尾站 ，the next stop is 柴灣 terminal， 而不是小西灣嘅？點解仲要有巴士，有呢個84M？仲要有呢個專線駁先至去到小西灣。嗱，呢一個會唔會係話政府喺個交通政策各方面一個謬誤咧？又或者甚至乎，我會諗翻突然之間諗翻一樣嘢。如果講到地鐵同巴士或者同其他交通工具 conflict， 我突然之間會諗翻一條巴士路線。咩啊？哇！經典啊，300呢條路線，簡直係呢個當年巴士同埋地鐵之間嘅。角力或者即係既競爭又合作之間嘅一個經典事例嚟㗎。嗱，300嘅出現咧，原因咧就係話一當其時喺80年代後期啦，咁當其時地鐵咧就得荃灣線、觀塘線、港島線、三條線。咁如果要過海的話咧，得一條荃灣。嗱，當時東隧係未通車㗎，所以咧。就全部所有你就算在觀塘你要過海呢啲一定是過嚟太子啊、旺角啊、佐敦道，然之後喺金鐘嗰度過海嘅。係。咁個後果一眼睇得出啦，直接荃灣線逼到黐線咯，咪。好啦，咁於是乎咧，去到大概係九零年中至90年尾咁。八十年代尾已經講緊嘅啦。係啦，已經講緊啦。當去到九零年中到啦，當其時嘅運輸署各方面咧。就同地鐵同埋巴士公司嚟到去協調，就想睇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解決彌敦道線嗰個擠塞嘅問題。咁於是乎咧，就翻咗地面咯，就安排啲乘客。嗯，咁就開咗一條咧，就300號線就係咧嗱，記住喎，20年前嘅冷氣巴士先啱啱推出㗎啦，係其實啱落地冇幾耐嘅啫。咁就運輸署就要求九巴開一條路線，就係由太子就出中環嘅，就定名叫300號就係。特快出呢個過海就繁忙時間服務就疏導翻呢個荃灣線過度擠塞嘅人流，因為咧300號線咧太成功啦當時，咁所以其實令到巴士公司咧開拓咗一條新嘅過海線經營策略，就係開啲三字頭嘅繁忙時間服務嘅路線，其實當時係盛極一時噶。因為同埋當其時300咧，由本身講緊由最初期，即係早晚繁忙時間開之後咧，變咗全日線，而嗰個總站位置就由而家嘅聯合廣場太子道呢個太子道嗰個位置，搬咗過去運動場道差館出面，用多咗地方嚟到去擺車。但係個問題呢條線做到幾時啊？98年左右嘅啫，即係其實啱啱係新巴接管咗冇幾耐之後咧，好快就拜拜咗噶啦，即係嗰啲東涌線又出通咗車啊，機場又開通咗啊，咁之後咧300號咧已經係停辦咗噶啦。好啦，個問題嚟啦，300冇咗之後，大家會覺得其實好理所當然啦，政府邏輯以鐵路為主啊嘛，永遠都係地鐵。好啦，我。俾個 Google 街景 Capital 你睇睇下，嗱呢度邊度咧？認唔認到 Eric？ 灣仔咯，灣仔呢度個電車站出嗰條天橋咯。哦，步連道嗱，好啦，大家有如果有大家去開灣仔嗰頭行街，咁啱又想搭車過翻去旺角油麻地一帶，你有咩選擇依家？依家嗱最簡單啦，運輸署就叫你搭地鐵嘅。你死都唔中意搭地鐵嘅話咧，你又可以行出去啊，告士打道入境事務大樓搭104，再唔係咧，再行遠少少就搭呢個
天星小輪就搭去尖沙咀，咁啊轉呢、這個轉巴士啦，轉二號啊、六號啊、六 A 啊嗰啲咁樣就出旺角。好啦，個問題嚟啦，我真係要發爛渣。點解呢？當你如果係喺灣仔電腦城、大有一帶，你行去地鐵站都叫做嗰、那個頭啊，都叫做。但是你如果在灣仔二九八在閘城在天樂里行出告示打到你發神經啊你這些就是港鐵霸權咯好啦以鐵路為主還有什麼事發生沒有啊因為呢、巴士呢其實呢早期的巴士總站呢其實不太多而已來來去呢上環碼頭、中環碼頭、灣仔碼頭、北角碼頭、尖沙咀碼頭、佐敦道碼頭、紅磡碼頭、九龍城碼頭、觀塘碼頭，全部都是碼頭嚟嘅喎。係啦，好啦，中環，哇，係，哇，盛況呢個中巴全盛期嘅中環碼頭巴士總站。嗱，好啦，好後喺後邊咧，呢度好清楚望到啦 ，H Y F， 嗱呢張相都係喺網上揾翻嚟嘅啫。中環統一碼頭啲巴士幾咁壯觀係咪？嗱，以前中環碼頭咧。就咁嘅位置嘅，就咁嘅位置巴士總站會皮嘅直頭，係啦，喺正側邊。以前嘅統一碼頭咧，就其實喺而家呢個統一碼頭巴士總站，就喺而家呢個基利文街啊，至到呢個四季酒店之間嘅呢一個範圍啦，係咪？好啦，個問題嚟啦，好啦，翻翻嚟先。個問題係依家啲碼頭去曬邊啊？搬咗去比以前啦，以前啊，之前上一張圖嗰個位置啦，由嗰度出發咧，要再行多五至十分鐘先至到依家個碼頭位置嘅，即係你行埋我份啊！如果我好攰嘅話，好啦，嗱，如果講開渡輪，講開碼頭，啱啱最新鮮滾熱辣唔見咗嘅航線係咩？紅磡到灣仔同中環咯。嗱，到底而家嘅紅磡碼頭就喺黃埔花園出面啦。以前嘅紅磡碼頭知唔知喺邊咧？紅磡車站隔離。哇！嗱，你眼見到白色嗰條行人天橋咧，其實就係咧由紅磡碼頭咧，即係你見到碼頭啦，係啦，紅磡火車站咧通去紅磡碼頭。嗱，呢個就係以前嘅天星小輪碼頭，幾近啊！如果你係呢個沙田大埔啊、上水嗰啲嘅居民嘅話，你一程呢個東鐵以前叫火車啦，坐到出紅磡，行兩步行兩三分鐘已經到一個碼頭，然之後再轉船就到。做呢個中環，喂，俾你仲會唔會落去呢個洪水口度逼呢個301咧？真係嗱，仲有一樣嘢吊鬼喎，嗱，留意一下咧，左手邊呢度有棟啡色嘅物體啦，嗱，而家都大家都知道呢個叫中旅協記貨倉，嗱，其實喺呢張相呢一座紅色嘅建築物後邊咧，就正係紅磡碼頭巴士總站喎，就正正喺呢度喎，咁即係話碼頭同巴士係聯合埋一齊咯，即係。巴士落車又可以上船，落完船即刻又有巴士你坐。係啦，即係巴士其實當時咧係做係一個咧過海嘅接駁嘅一個功用，即係其實同今日嘅尖沙咀碼頭咧就好相似嘅，只不過係咧依家得翻一個尖沙咀碼頭，以前咧就所有碼頭都係發揮住咁樣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嗱，如果咧而家其實一樣有巴士去紅磡碼頭嘅喎，有，因為有嗰度個碼頭，仲有個碼頭㗎，仲有船坐㗎。係啊，你可以搭船過北角，但係問題就話嗱呢個位呢、這個叫做寶麒麗街黃埔街位去影，你知唔知咧 ？Eric 啊，以前唔使咁兜㗎，如果要搭巴士去紅磡碼頭，要點轉㗎？好快喎，聽講嗱。呢、这個又係另一個 Google 街景嗱，呢度咧呢條叫做紅磡道啊，係咪？後即係黃埔花園轉出嚟嗱，而家呢個 Google 街景咧就見到咧啲紅磡繞道就直出去呢個尖沙咀地區。嗱、個後翻少少就嗰個叫德文街啦，啱啱可以轉落嚟呢一個位置。Once upon a time 未興建紅磡繞道嘅時候，喺呢一個我箭嘴指住呢一個位置，轉咗直出就去到呢個紅磡碼頭啦。當年呢個85C 其實都係咁樣轉入去紅磡碼頭落總站嘅啫。好啦，既要搬遠啲碼頭。仲要令到你要九曲十三彎先至咧，你明明見到個碼頭噶啦，你都要九曲十三彎，好似四入圍院去晚會咁樣兜法先至去到個碼頭嘅時候，你搭唔搭巴士去啊？真係你搭埋我份啊！又係好啦，300啊 cut 埋你，船又唔俾你搭，焗你做咩啊？捐地窿啊！又係嗱，根據最新嘅資料顯示，
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編號66號，香港鐵路最大持股股東財政司司長法團。欸，大家記住，雖然是財政司司長法團，但根據公司章程呢，這個財政司司長所委任的這個董事啊，委任入港鐵的董事呢，是要滿足誰的利益話？滿足香港鐵路公司股東利益行事為行事方針。即簡單來說，就算是政府代表入到港鐵，都是為港鐵服務，而不是為市民服務的。好了，70年代麥理浩爵士當時是港督，倡議興建地鐵，目的是為什麼？舒緩當時的地面交通擠塞，所以就在地底就興建集體運輸設施，就分流舒緩。今時今日卻變成一個惡魔，變成一個惡霸，就是要壟斷所有的東西，就令到其實很多時生活應該有其他選擇，即是你過海，即明明過海有個海的，但是香港就是雲雲在海邊，或者是很多人住在水路兩邊的岸邊的城市當中，水上運輸是最差最差的一個。所以已經個問題呼之欲出了，個問題出在哪裡？好了，其實有時巴士公司他自己不爭的可能是一件事，但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實政府自己不斷在做一些事情，去邊緣化港鐵以外的其他交通路線，就逼迫你們全部只有一件事，就是港鐵咯，一路搭地鐵咯，然後在上蓋不斷起樓咯，那就可以固定了你的生活方式，就是地鐵上蓋物業，然後搭地鐵出入。好了，既然是這樣，我們就看看跟住下去事態發展了。最後去到節目尾聲了，明天城市論壇都是講這個巴士專營權的，咁有時間大家可以落下去。係啦，係咯。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好差不多啦，好，多謝曬 Eric， 見，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 ？iRead 係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